今次你贏到我嘅話，呢度任何車俾你揸至少3日，油費、隧道費、車場費我包。咁啊，龐生你啊，贏到服輸啦嚇！換曬啲新防盜啫嘛，上次嗰招唔得噶啦。有冇網球啊？好嘢喎！又俾你開到，嗱，我認輸啊，隨便揸，你信得過我噶啦？信唔過你，我就唔會帶你呢度，你都會想玩咁耐。OK， 大咗料過嚟，有幾個內地嘅犯罪分子落咗嚟香港，懷疑佢哋同一個堂口傾生意食大茶飯。呢幾條友主要喺油麻地嗰頭出門，我哋今次行動目標係要抄到佢哋個兜，再摸實佢哋。看看他們搞什麼，我和阿希會在 command car， 兩個女的留在這裡做 backup， 你們兩個一天，你們兩個一天，賢仔和阿妹，我一向怕光和阿東的。你以為現在拍拖有得給你選擇嗎？我不是今天。葉 Sir， 阿賢仔的意思是我們拍慣拍熟，行動會方便一點。我再跟大家說一次，我不理你們之前怎樣做事，而家我係你哋阿頭，我話點就點。如果再有人阿支阿左，我會當佢不服從上司命令，即刻同我 out。明唔明白 ？Yes sir。明唔明白 ？Yes sir。冇問題嘅話，15分鐘之後出發。剛才有事做嘛，有 operation 啦，冇人通知我嘅。咪系嗰条友玩嘢咯，我终于知道咩叫卑鄙无耻啊！冇啊，我真系会俾啲颜色佢睇。你又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咩咧？要冷静，唔好冲动。出发啦，自己小心啲。條友會唔會用賓館嚟做竇口？再竇下佢。呢條友有古惑，應該行後巷避開我哋視線。你跟住佢，我呢度上。今日辛苦曬大家 ，dismiss。dismiss， 賢仔都未翻嚟。你冇聽阿滿講咩？佢話要分頭行事啊嘛。好明顯佢唔想同人拍，要私自行動，唔係要我哋成天文等佢收工係咪？阿葉 Sir， 我哋拍開賢仔咁耐，佢都冇事嗰幾日走開咗，冇曬消息，冇曬聯絡，連機都唔復噶喎。係咯，就算點樣私自行動，都唔會唔歸隊。你真係唔知佢去咗邊？我嘅責任係要負責及住個 target。我唔係要做佢保姆，佢要失蹤我都冇辦法嘅。所以你就抌低 partner， 自己一個人翻嚟，連揾都唔去揾。葉 Sir， 成班手足出去做嘢，一日唔齊人，一日大家都唔會安樂。我諗遲少少收工揾埋賢仔翻嚟，大家唔會介意啩？如果有人服從上司命令，自把自為，我唔覺得佢嘅 no show 要我哋成村人擔心。賢仔個人係衝動啲，但係佢不嬲做嘢好有分寸。我相信佢唔係違抗上司命令而唔出現。張 Sir， 我知道你哋咩關係，你係會緊張一啲。不過我個人咧，公事公辦。如果你想我派夥計揾佢，等48小時，我派人嚟話我徇私。Dismiss。張 Sir。我打死都唔信賢仔冇搭訕。崔 Sir， 佢唔揾，我哋自己揾啦。係冇嘥時間，
你兩個同我一齊去，其他人留喺度，有咩消息打俾我。Yes sir。出神，賢仔應該就係跟到呢棟大廈。你四周圍再巡下，打埋電話俾你條心，睇下收唔收到目標人馬嘅風。Yes sir。方仔，我哋上樓。Yes sir。賓館職員話：嗰大陸人根本唔喺度住，佢話佢揾人，但係揾嗰啲全部吉房，根本冇組合。你嗰邊有咩線索？條針話有幾個大陸人落咗嚟，似乎有啲大單嘢搞緊。仲有呢班人好冇人性，如果賢仔俾佢哋捉咗，情況會好危險。七叔，唔好諗咁多啦，叫曬所有人揾咗賢仔要佢，即刻去做嘢啊！你哋，七叔。出事有危險，幫手打聽下來。葉 Sir， 崔小卓啱啱用電話 send 咗個 message， 快啲 copy 個 number 埋所有資料。葉 Sir， check 到啦，佢哋用嘅應該係 UC 曲，佢一定係揾人幫手，快啲揾 TCD 嘅手足做嘢，破解個局。我要越快越好。你唔使惊，而家冇事啦，舅父喺度。李贤，崔 Sir， 把车好快到噶啦，你哋帮我救佢出嚟。Yes sir。贤仔，贤仔，拧住。你两个帮我送李贤去医院。Yes sir。Yes sir。找到賢，老地方見。我收到緊急線報，有一班黑社會分子同埋黑警喺呢條荒廢災隧道入面會面。佢哋有武器，係危險人物，但一打醒十二分精神，有必要嘅話可以開槍。阿葉 Sir，如果對方有武器嘅話咧，我哋使唔使先通知咗卓 Sir 同埋 call 埋 backup 先至行動較為適合？唔怪之得你撈成世仲係散仔，冇 guts！ 你哋三個去隧道嘅另一個窗口搜索，記住唔可以俾任何一個人走甩。Understand？ Yes sir。有冇啦？我越諗越唔對路，卓 Sir 約親我哋咧，好少錢。你点睇？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嘅，就快啲订阅啦！